江哥今天知道你就是你来参加内衣活动有没有就是吓到想说哎尺度怎么变那么大没有但我跟他说我说跟露露一起他说我会找露露我就想说因为耿如觉得结束不要不要再逞强了露露我这个身材出来一点给你们看出来了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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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叹气的，叹气的爱吗？因为尺寸这东西会变，你知道吗？对，今天现在最大的时候嘛，你说月经来胀大，你知道吗？他说他月经来胀大，没有没有，我月经还可以胀到 D。那现在是多少？现在是 B。现在就是大概就是 B B C C 左右。大概就是不一定 B B C C 哦，那我 D D E E。怎么啦？抓对不对？就像是潮汐一样。有的时候会退，有的时候会涨，就像我们的人生跟心情一样，对不对？嗯，就是像你被求婚，我觉得是我可以换一换。你被求婚，觉得他哭得很惨。对啊，他哭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我就找说：“哎，恭喜你。”没有，就是很感动啊，在感动的时候有涨奶的感觉。谁感动会上来？你告诉我，你可能比较特别。所以，我是自己也想被求婚吗？哎、欸，我目前还好，慢慢来，这种事就急不得。因为现场你的男友也在耶，就是但是没关系啊，慢慢来嘛。因为这个原因。泡过汤吗？他满意就好啊。他满意。他款式他会有就是释放或者不要求？没有哎、欸，真的没有哎、欸。但就是喜欢简单一点吧，基本上我自己喜欢挑选的那一款式也都是偏简单一点的，就不穿。对。穿的是国王的内衣，我们来玩国王游戏，国王狂风。所以你私下跟我打完国王，不会。